看到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换针线的一个小窍门。我们针线短了，也不要这样急于把它抽出来，那样的话还得穿针引线啊，非常的麻烦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长线，把这个白色的长线这样搭在这个短线上，短线呢，大家看，短线绕针一圈，这样，绕一圈。绕一圈，我们这样，用手指给它夹住，夹住之后，大家看，我们拉动这一头的一个短线，大家看，在拉动的同时，就把这个白色的长线，是不是给它带出来了？大家看，带到这个针鼻里，从这个针鼻里出来了已经，我们这样顺势呢，把它揪出来。这样就完成一个换线的目的。大家看，线已经换好了，好，非常的实用。